broken!亲身体验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。 一定会找到你。 强忍者的伊吹，今天是来挑战你的。交流格斗当然没问题，但是我现在有很急的事情要去做。问问，你真的是肯马斯特斯吗？他可是从来不会拒绝格斗邀请的红莲格斗王。看来不展示实力是无法通过这里了，那我可要出手了。
联邦中国的全国格斗冠军，您强大的格斗技让我受益颇多。交流格斗当然很好，但是我最好的兄弟龙在与维嘉一战后神秘失踪，我得到线索，他被神秘组织绑架到了地府城实验室。作为耽误您宝贵时间的陪礼，请允许我跟您一起去地铁城吧。龙先生也是我仰慕并且想要交手的格斗家。这股力量会让你堕入深渊，不要被他所奴役。敌人是我的对手，难道我们一起修行的日子你都忘了吗？总有一天我会胜过你的。龙，很好，就是这样控制你的气。先用我这条头带吧。我做了些什么？艾塞恩，灵之源。艾塞恩，龙，你想说什么？快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。